卖了啊、哦？嗯，卖了。嗯，卖了，行了吧？哦，那么现在我们种的比较干旱，现在你的上次浇水就是半个月啊、哦，有半个月时间，你看都长这么高了，有一米多高了吧？大概一到6月20左右就能吃了。走，你也看一下它卖了没有？卖的很，现在这个的很就卖。啊，当时也卖的呢哦，这个。亏的了。上次那时候就放几只，几只。一只狗狗的。嗯。在江上养的时候，天黑。哎呦，水狗狗是山上的草啊，长得慢慢的了。哎，狗狗。我们家玉米长得还是特别的好。嗯，呀，这个浇的快呀，浇很用的哈嘞，浇浇完啊，十分没得。你说早上浇到现在。就算浇完了，十七没得了，姐姐。哦，十七没得了，那是早上9点钟浇的，现在9点钟了，他十九了，冰的很吧？你看，你看，上次回。